闺女，妈给你买的鸡腿，高三了，咱得吃的好点哈。呸，难吃死了！哎呀，你是个不懂事的孩子。林总，现在的孩子真不知道体谅父母。你打我！闺女，哎。小妹妹，你在？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，你为什么要浪费粮食啊？我妈已经把她能给的一切全都给我了，我是她的命啊！如果我不把鸡腿扔在地上，我妈是不会吃的。我妈为了供我上学，每天捡垃圾，还要做四份兼职，经常吃剩饭。我就想让她吃得好点儿。真棒，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这座大厦的老板，现在招不到清洁工，待遇还行，工资6000，包食宿，伙食很不错。您愿意来帮我吗？真的？那谢谢你了。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黑发。阿姨，里面是我的名片，明天去我们公司报道吧。是我要谢谢您才对，是您让我知道了母爱可以这么伟大。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看那边。你的脸。你的忧伤真的不该停留。妈妈，妈妈，如果你的妈妈。